中国时报头版焦点持续聚焦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，因为金华城案遭到收押，民众党第一场群众集会运动在昨天晚间登场，民众党喊出有20,000名小草到场，强调民众党并未溃散，仍要站稳第三势力，全场高呼赖清德放人，柯P回来。蓝营的友军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站台声援，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也写信鼓励小草，民众党立委吴春成说柯文哲曾经说要做台湾的曼德拉，准备好长期抗战，关多久都没关系。